钱吃烧肉，却少吃50克的肉是什么概念？台湾餐厅肉类计重会用盎司，一盎司大约28克。火锅店后厨现切雪花牛50克，大约2片；嫩煎牛50克，有3片。在意是会啊，因为都付钱了，还少肉就很夸张。那有客人有真的有这方面的疑虑的话，那我们就是可以把称的东西都准备出来，然后实际上给客人一个明确的标准，这样子。询问消保官表示，除非菜单上有标注容许误差值，否则业者就该据实提供足额的商品给消费者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对消费者要负那个债务履行的损害赔偿责任。有没有偷斤减两？数字会说话，一旦坏了商誉，贪那一点食材成本也没有意义。记者陈正茂、李云杰，台中报道。